我哋要分手。Baby, won't you tell me why? There is sadness in your eyes.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You love is one. 如果有人想你留低，你会唔会考虑？我以前就系咁，话咗其实想人留，不过今次我认真，我谂得好清楚，我谂冇人可以令我留低。咁当我冇讲过。I'm the one who's feeling lost right now. Now you want me to forget every little thing you said.But there is something left in my head. I won't forget the way you're kissing. The feeling so strong will last for so long.早翻嚟嘅，喂，一早翻嚟玩占卜啊？又话唔信呢啲嘢嘅，又唔似。诶，哎呀，呢个边个嚟噶？你啊，摆低啊，占卜我帮唔到你噶啦。有阵时嘅嘢咧系要靠自己嘅，你系挂住人噶咯，咪上去揾佢咯。就算俾你只女同你倾，真系黐埋一齐咁啊？点啫？你都要开步行上去揾人先得噶。嗱，唔当你想追人啦，一场朋友又差啲做成夫妻，你系咪应该关心下人咧？上去揾人啦。佢而家可能想重新开始过翻一啲自己认为开心嘅生活，我仲上去揾佢有咩意思啫？就系因为佢都想重新开始过，你先至更加应该揾佢。你要俾佢知道，其实你都好想成为佢生活嘅一部分噶嘛。李彤其实好需要你照顾佢，既然你系冇咗佢唔得嘅，咁点解你要死撑咧？秦，你找到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人是很难得的，不要放弃，不要放生。进来啊，入嚟啦！我都估到你瞓唔著噶啦。你想点咧？想过嚟睇下你有冇嘢想同我讲咯。冇啊？咁我走啦。喂！我觉得我哋两个之间嘅问题不断咁重复紧。咩意思啊？之前就 Susan， 依家就系 Cat。会唔会你自己乱咁谂嘢啊？我都希望系自己谂多咗，不过事实唔系咁。呢一个会系我哋之间最大嘅包袱，我知道佢冇咁容易放低。咁呢啲咁嘅情况发生任何一个人身上边，都唔可以话。唔记得就唔记得噶啦，系咪？咪当俾啲时间俾佢，俾啲时间俾你自己咯。依家除咗咁，我仲要做啲咩？我翻嚟啦！喂喂，去边啊？喂，上去换衫冲凉咯。过嚟，搞咩啊？搞咩啫 ？Michael 同阿 Sam 喺上边啊，唔知做乜啊，唔好上去阻住人。系，佢哋冇事啦。几时开始噶？两个钟头零十七分钟之前。我谂 Michael 而家食紧第二口烟啊。黐线！喂，点解佢哋又咁快又会搞翻掂嘅？喺度冇咩嘅，两个人对对方仲有感觉，想喺翻埋一齐好易啫嘛。咩啊？咩感觉啊？咁深嘅？你咁讲佢唔明噶，我简单啲。
姣婆遇著脂粉啊，明未？明啦，你係得嘅。嗱，呢行係講嘢啊，真係冇咁 cheap 啊。你講啲衰嘢我聽到曬。好，我翻嚟講嘅真係越嚟越賤。我就想知道邊個係姣婆，邊個脂粉啊？我啦，一睇我樣就知係姣婆啦。佢啦，一睇就知道佢係脂粉客啦。都好，如果你哋亂諗嘢咧，我仲驚。啊！阿 Sam 近翻 Michael 哥，把口犀利過撩哥啊！真係。你哋冇家去咩嚇？本來有㗎，不過見你哋喺上邊，我哋唔去嘅啫，幫你哋計時 mark 鐘啊嘛。兩個鐘頭零二十分，睇咩事啦？我真係唔明點解你可以同佢相處咁耐嘅。你唔好射個波落我度啦！你問下自己點解唔明 Michael 哥會咁耐就好啦。佢哋壞曬腦啦，你都係走。你得閒幫我買一些 CD， 我想 keep 翻圖。好，拜拜。拜拜。喂，生，阿 Michael 仲有嘢同你講啊，講啦，唔好睬佢啦，送佢出去。喂，唔係，我代 Michael 問嘅啫，佢仲有冇機會同你喺埋一齊啫？喂，唔係，答佢，答佢。呢啲人唔可以幫人問嘅，冇人會答你。啊，上走。你壞曬腦嘅，你使唔使話佢出曬腸啊？我幫佢咋，唔係我搞個氣氛，佢邊有位入啊？傻仔，你搞氣氛，你玩嘢咋嘛？咁快翻嚟做咩啊？食住相啊嘛，逼佢，逼佢食，食乜嘢？人哋上嚟玩電腦咋，我話我根本就冇嘢嘅。頭先你急三急四，你知唔知會搞到阿 Sam 好尷尬㗎？得啦得啦，你個方法啱啊，夠原始啊嘛！即係我哋僆仔讀書嗰陣時咧，成日借頭借路上啲女同學屋企咧，我上嚟抄筆記，上嚟温習啊，抄咗筆記，哎呀冇墨添嗰支筆，哎呀又冇墨盒啊，即刻抄完個書包，實俾你抄到喎！時代唔同咗，毛筆墨盒變電腦嘅啫嘛！喂，話俾我聽啦，係咪想同阿 Sam 喺埋一齊？講啊衰仔！喂，算啦，佢唔出聲咪真係咯。我知道你想幫佢。你咁樣反而害咗佢就可能。我哋唔係女人，害唔到佢嘅。佢係天生俾女人害嘅佢。喂，唔好講咁多啦，上去幫佢執房。我吸塵，我抄床單。家俊又唔似懷疑緊我哋啊！佢細佬嘅性格，佢自己最清楚。係佢自己細佬唔好彩，自己走上船添。所以楊家俊唔會對我哋有咩懷疑。咁佢又冇理由知道我哋見到佢細佬喺船上邊㗎。如果你唔講嘅話咧，冇人會知。哥，你唔明㗎啦。楊家俊唔係普通人，佢唔係善男信女嚟嘅。如果俾佢知道咗，即係咩事都可以發生。你可唔可以咁樣諗啊？我哋乜嘢都冇做過，係楊家俊叫我哋去解決江城宇同埋余在春，我哋係照佢意思去做，係佢細佬自己走上船，就係咁簡單啫嘛。咁如果你咁講都得嘅，根本就係咁樣，只不過應該要死嘅人冇死到。不過講開就講啦，余在春同江城宇真係大名，咁都搞唔掂，使唔使再揾人懟冧佢哋？楊家俊冇出到聲，以後嘅事等佢自己去辦。
俊哥啊，嚟揾豪哥系嘛？佢喺上边，想送你一程。上车。俊哥啊，揾我咩事啊？我揾得你嘅，你应该有啲嘢讲俾我听。俊哥，你想知道啲咩啊？我成日都咁话，钱解决到问题嘅，根本就唔系问题。阿文佢系我唯一嘅亲人，你知嘅。你以为我真系就咁算数咩？俊哥，我真系唔系好明白你讲咩喎。你而家最好令自己有用啲。你唔开心啊？其实我同你一齐已经是最开心的，不过连你都觉得我不开心。我怎样才可以令到你开心一点啊？我没事了。你说大话，其实很简单啫。如果你跟我一起是开心的话，你就跟我一起多一点咯，我都会很开心的。你又在做什麼啊？是不是在看著我啊？如果我想跟你在一起，我想我們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即是怎樣啊？去一個沒人認識我們的地方。這裡很多人認識你的。這裡會有很多人給麻煩我。為什麼会有人想俾麻烦你噶？做嘢就系咁噶啦，你想要嗰啲嘢嘅时候，人哋又想要，咁人哋咪俾麻烦你咯。咁我哋要去好远嘅地方噶。系。会去几远啊？暂时未决定到。系咪好似去迪士尼乐园咁远噶？差不多了。那妈咪爹哋会不会跟我们一起去的？如果他们不介意的话，我也不介意。那就好了。但我觉得他们不会跟我们一起去。他们这么锡我，一定会跟我一起去的。如果只是你，会不会跟我走？会。你暂时唔好同你爹哋妈咪讲呢番说话住。点解啊？等我计划好，我决定咗先同佢讲啦。你要我讲大话？呢啲点算讲大话咧？系暂时唔同佢哋讲住啫嘛。我明啦。你而家开唔开心啲啊？你感唔感觉到啊？喂哥，做咩事啊？我收到风，方伟豪上咗屋企自首。唔系啊嘛，佢食错药啊。系咯，俾鬼砸啊佢。佢肯自首？听我几班伙计讲，方伟雄话诈船单嘢系杨家俊主谋嘅。吓，佢证人想摆杨家俊上台啊？点解佢而家又搞啲咁嘅嘢？佢话杨家俊想杀佢灭口。哼，晒，一定系杨家俊知道个细佬俾方伟雄诈死，想捉佢。但系方伟雄明知道自己唔够杨家俊玩，宁愿去自首，摆杨家俊上台。欧记其实一直都想炒起杨家俊嘅，
而家方偉豪肯企出嚟督楊家俊，屋企會好開心。咁即係話，如果方偉豪成功擺咗楊家俊上台，咁方偉豪可能冇嘢衰噶咯喎。有咁嘅可能？又即係話，方偉豪有機會完全唔需要為佢做過嘅衰嘢負上任何嘅責任。方偉豪真係好嘢，明知自己唔夠楊家俊玩，就埋 O 記隊，咁都俾佢諗得出。O 記隊呢單嘢好緊張，條友仔而家好食好住過你同我，仲有人廿四小時保護住。其實 O 記會點樣處理咧？其實方偉豪都衰咗好多單串謀噶喎，如果而家先轉做污點證人，律政處受唔受啊？我揾 Rachel 研究下，睇佢點睇。我唔好咁易俾佢甩到身。你又諗咩啊？我諗咩嘢劇？我始終信天有眼嘅，方偉豪今次都係搏一鋪嘅啫。如果楊家俊走得甩，我敢肯定，方偉豪好快會冇命。唔好亂諗嘢，一時衝動嘅後果可能會好嚴重嘅，知唔知啊？我去見女友啫，使乜咁大陣仗啊？甲蟲 call 總部，件貨喺元昌裏出事，未知咩料，要求增援。我要嘅係方偉豪。我唔想呢度有人无辜受伤，交佢出嚟，我保证呢度唔会有人有事。杨家俊就死咗啦，而家 O 记就完全做唔到嘢嘅。方伟豪之前揾翻你个大圈，陈向东嘅口供，有冇谂过有问题？我谂我明白你想讲啲咩嘅。咁既然有证据，我唔明白你哋点解唔喐佢？咁可以理解为一个交易咯。交易？咁交易员都可以告佢嘅啫。咁都要讲道义噶嘛，系咪？道义嘅嘢睇系同边个讲嘅啫。同方偉豪呢咁嘅人講道義，我睇冇咁嘅必要。咁我同 Gary 傾下啦。如果你哋想告佢，又想揾出邊啲人做嘅，價錢方面我冇問題。你明我講咩？俾啲時間我好冇。雖然我唔知結果會係點，咁但係我可以講一句，我會盡力而為。你講噶 ，Rachel 啊。唔阻你，拜拜。拜拜。你会点样形容你同本案嘅被告方伟豪嘅关系？我哋合作揾钱。你哋系透过乜嘢途径合作？揾阿杨家俊投资喺东莞搞娱乐城。喺呢个投资过程当中，你同方伟豪会得到啲咩利益呢？方伟豪同我咧就呃阿杨家俊话可以搞赌场，其实根本冇呢件咁嘅事嘅。佢投资嘅资金咧根本用唔到嘅，
所有錢都落曬方偉豪個袋度。如果我話你哋向楊家俊行騙嘅話，你會唔會反對我呢個講法？你可以咁講。喺整個投資過程當中，有冇咩問題發生？啊，有啊！阿楊家俊個細佬楊家文咧，懷疑我哋。咁之後發生咩事？方偉豪知道之後咧，就話俾楊家俊知，計劃出咗問題，我哋唔搞賭場啦。咁咧就將所有責任推咗落一個叫做江成宇嘅師爺，同埋一個叫余在春嘅大律師身上。楊家俊對你哋嘅講法有冇懷疑啊？冇啊，佢信曬方偉豪，仲叫方偉豪解決嗰個姓江嘅同姓余嗰兩條友仔咯。照你嘅理解，楊家俊話要解決江成宇同埋余在春，解決咩意思？應該係叫方偉豪同我哋講下數，俾啲錢佢哋，叫佢哋唔好咁多事咯。咁方偉豪明唔明白楊家俊嘅目的咧？應該明嘅。方偉豪有冇照做？冇啊！方偉豪同我講，佢話唔想有後患喎，咁咪揾人解決佢兩個咯。之後發生咩事？之後啊，我哋聽佢哋講咧，江成宇同埋余在春同埋成班律師咧喺只船度，只船就爆炸咗喎。你有冇進一步了解呢件事同方偉豪之前所講嘅嘢有冇關係？有啊，我同阿方偉豪傾嘅呢單嘢咧，佢又話應該死人又死唔曬。你會點樣理解呢一番説話？佢啊成日都覺得楊家文喺度左頭左勢，想咗佢死好耐噶啦，咁而家佢咪炸死咗咯？但係嗰個江成宇同埋余在春啊冇炸死到。請問你東莞發展娛樂城呢一個計劃？是由哪一個人提出的呢？是我。我當事人之前有沒有參與這個計劃？沒有。那楊家俊先生所投資的那筆錢是透過什麼方式去投資的呢？楊家俊呢成為我們股東之一，再將資金投資到我們公司的。那我當事人跟這間公司有沒有任何直接關係？沒有。我手上有一份借據，證明你曾經向我當事人借過160萬。請問你到而家還清未？借據係佢俾我噶，佢話條數係咁做噶。請你簡單回答我嘅問題，到而家呢筆錢還清未？還咩啫？係佢俾我噶嘛，咁還咩鬼喎？還。證人，請你直接回答辯方律師嘅問題。係，我未還啊。如果我當事人罪名成立，你會唔會理解為呢筆錢係唔需要再還？係唔係都唔使還噶啦？法官大人，我暂时没有其他问题。方生，照而家情況睇嚟，我哋贏面好大。你似乎好有信心。可以咁講。信心還信心，功課一定要做到足。我從來未輸過，今次都唔會例外。方生，請問你認唔認識控方證人陳向東？認識。你係喺咩情況之下認識陳向東嘅？我曾經喺麗城夜總會見過佢。當時有沒有其他人在場？有，我的生意合夥人楊家俊都在場，他還向我表示陳向東是他朋友。就你的了解，你會怎樣去形容楊家俊和陳向東之間的關係呢？楊家俊告訴我，陳向東曾經當過兵，是一個很心狠手辣的人，會很幫得手，所以我理解陳向東是楊家俊請他回來幫忙做事。那你又知不知道楊家俊說陳向東很幫得手是什麼意思？楊家俊告訴我，他說陳向東精通各種槍械和重型武器的性能，他說陳向東會幫他殺江成宇和余在春。當你知道楊家俊有這樣的計劃之後，你當時的反應是怎樣？我不信他會這樣做。為什麼呢？因為楊家俊不止一次向我表示，任何問題都可以用錢解決，所以他這樣跟我講，我當他是講笑。之後又有什麼發生？在案發之後，我看到報紙，
我知道江城宇同余在春争啲出事，而杨嘉文就不幸遇害。我好关心呢件事，所以我主动揾杨家俊。佢当时好伤心，佢仲话俾我听，长仗仲未打完。长仗仲未打完，你点样去理解呢一句说话？我开始觉得佢好恐怖，我怀疑佢真系企图杀害江城宇同余在春，所以我考虑主动接触警方。跟住又发生咩事？喺我接触警方之前，杨家俊开始对我有怀疑，佢揾人想伤害我，阻止我接触警方。但我比较好运，我出事都冇事，仲成功咁向警方提供有关杨家俊嘅犯罪资料。即系话，警方曾经接纳过你嘅证供，并且考虑指控杨家俊为本案嘅主谋，系咪？系。又即系话，警方曾经同意你系与本案完全无关嘅，系咪？系。而事实上，你亦都系与本案完全无关嘅，系咪？系。法官大人，我暂时冇其他问题。你头先提到你系喺丽城夜总会透过杨家俊认识陈向东嘅，咁你记唔记得确实嘅日期咧？具体嘅日期我唔记得。咁你记唔记得大约系喺案发之前几耐嘅事啊？我真系唔记得。我只不过系想知道大概系喺案发之前嘅一个礼拜啊、两个礼拜啊，定系一个月、两个月咧？如果你真的要我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很不肯定地说大概是案发之前的一个星期至一个月左右。我这里有一份出入境记录，可以证明到陈向东在案发之前三日才来到香港，而之前他一直都没有离开过汕头。我刚才跟你说过，我真的不记得我和陈向东见面的具体日子。我这里有杨家俊案发之前的出入境记录，杨家俊在案发之前连续三晚由晚上六点至凌晨六点都不在香港。杨家俊出现的地点就是澳门赌场，他在那里陪由台湾来的女朋友进行赌博，亦即是说杨家俊在案发之前根本就没有见过陈向东，亦没有可能介绍陈向东给你认识。法官大人，我没有其他问题。夹送招呼 Jenny 啦。哦，食风啦。唔该。硬系唔识照顾人嘅，但系结咗婚点算啊？乜唔系老婆照顾老公啊？咩？你都几大男人噶喎！系啊，考虑啊，而家下埋后悔都未迟啊！你硬唔惊个大佬娶唔到老婆嘅咩？讲笑呀！系啊，妈，我同 Jenny 咧，听日约咗个经纪睇楼啊，你都一齐啊？关我咩事啫？你睇下中唔中意啊嘛？你两个中意咪得咯？咁我哋第日一齐住噶嘛？你睇过咧好啲嘅。相见好啊，同住难。多个人咧就多把口，就多啲拗叫。点会咧，伯母？你唔睇住我哋，我哋有好多嘢搞唔掂噶。系啊，妈，我哋最多留间最大嘅房俾你啊。你哋系咁决定晒，我实应承噶啦。你啊，成日怪自己，有冇谂过个细佬啊？唔系讲开买楼噶嘛，关我咩事啊？唔使理我噶，我有呢度得噶啦。你打住一个人住过世咩？点解唔好好地揾翻个人啫？食不言，寝不语嘛。你而家教训我咯噃？唔系，阿康啊，逃避唔系办法噶。我知道 Rachel 而家仲未有男朋友噶，你仲有机会噶。咁你咪夹埋玩我啫。其实阿希个人都几好啊，又懂人情世故，对我哋啲老人家又关心。你如果系中意人嘅，咪的几心肝追翻佢咯。不过就唔好指意阿妈去帮你喎。
媽，我哋冇噶啦。你係先好講啊！阿康，我睇得出咧，你係講大話。喂，夠鐘啦，約咗人喎，你慢慢食。成日咁得閒，四圍遊遊蕩，點解唔得幾心肝約人出嚟啫？哎，呢排唔係好忙嘅啫。我忙。拜拜。係啊，你同阿希好熟啦。你估我哋阿康仲有冇機會啊？嗱，機會唔係冇嘅。最緊要咧係誠意。阿希，安慈，咩事啊？我阻唔阻你啊？你嚟揾我㗎？我揾你係想講兩句説話㗎咋，唔阻你好耐㗎。我即係話咧，你同阿康搞成今日咁樣咧，如果係因為我嘅關係，我想講句對唔住啊。安慈，你唔好咁講啦，真係唔關你事㗎。我知道你好識尊重我哋老人家嘅。安慈，不如咁啦，我哋揾笪地方坐低先講，好唔好？係啊，我知道我多嘢講啊，只不過你唔使理我㗎。你哋後生嘅有你哋嘅想法咪得咯。其實我哋啲嘢唔使你咁操心㗎啦。我都諗通咗㗎啦。阿康咧就有好多嘢都唔識嘅，咁你又成熟過佢，有你喺佢身邊成日提點佢，係好事嚟嘅噃。安慈啊，你聽我講。你聽我講先，如果阿康有啲咩得罪你嘅，你咪當俾面我咯，唔好怪佢好唔好？安慈啊，係咁啦，過兩日上嚟屋企食餐飯咪冇事咯。其實唔可以冇嘢噶。唔好又話我講啲嘢唔啱你哋聽啊！你同阿康喺埋一齊好咗咁耐，邊個唔知啫？而家又話分開喎，做女仔又好蝕底噶，咁又何必呢？嗱，有時間上嚟食翻餐飯，咁啊大家冇事咯。嗱，我唔阻你啦，係咁啦嚇，拜拜。請主控官作結案陳詞。法官大人。各位陪審員，本案是一宗極之嚴重的謀殺案。證人已經很清楚地指出，被告方偉豪為了要殺害江成宇和余在春，竟然很冷血地企圖殺害和他們一起在案發現場出現的所有人。被告方偉豪一直辯稱與本案無關，但他所提供的證供前后是出现矛盾，供词的可信性是绝对值得怀疑。被告又一直企图令大家相信本案的主谋就是警方枪杀的杨家俊，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到杨家俊是与本案无关，他根本就不认识陈向东。被告又一再強調，他曾經向警方提供資料來到指控楊家俊，但警方的證人已經指出，他並沒有打算就方偉豪提出的資料來到指控楊家俊，因為方偉豪的資料根本就不可信。方偉豪為了擔心他向楊家俊行騙的計劃被識破，所以就決定要殺害江成宇和余在春來到掩飾自己的罪行，亦都導致本案的死者無辜受害。所以我在這裡懇請各位陪審員裁定被告方偉豪謀殺及企圖謀殺罪名成立。多謝。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由于控方证人陈向东企图指证我的当事人，教他指证杨家俊就是谋杀余在春和江成宇的主谋，结果导致本案的死者无辜受害。陈向东他本身是透过伤情证来香港旅游，但是当他成为控方证人之后，他的亲人很快就被安排来香港作永久居留，由此可见他作供的目的很值得大家商榷。而另一位控方证人罗彪，他企图指出说我当事人曾经承认企图谋杀江成宇和余在春，其实罗彪仍然欠我当事人一笔巨款，
呢一點，佢正宮嘅可信程度係好值得大家懷疑嘅。雖然警方嘅證人指出，並冇就我當事人提供嘅資料考慮指控楊家俊，但係亦都承認我當事人係曾經主動咁接觸過佢哋，亦都盡咗市民嘅一分責任，向佢哋提供罪案嘅資料，同時亦都證明我嘅當事人係一個奉公守法同埋願意同警方合作嘅良好市民。各位，控方就本案提出嘅種種證據，實在係有太多嘅疑點。基於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嘅大前提之下，喺度我係懇請各位陪審團，你哋能夠一致裁定我嘅當事人方偉豪謀殺以及企圖謀殺罪名不成立。多謝。陪審團，請問你哋已經有咗裁決未呢？法官大人，我哋一致裁定被告方偉豪謀殺罪名不成立，企圖謀殺罪名不成立。不如大家夾啲錢，跟住跌咗佢，再揾人執咗佢，咁搞掂條友咪算咯。我當冇聽過啊。咩啊？拉我啊？方偉豪咁樣都冇事啊，唔通我咁樣有事啊？咁其實我都要負啲責任嘅。你啲證據有問題，咁都冇計噶。唯有自己咁同自己講咯。原來一個人變起上嚟可以咁恐怖，爹哋又會睇到眼得咁緊要嘅。佢根本就冇變過，本質嚟嘅。我哋而家仲可以做啲咩咧？等咯。等咩咧？等佢再出錯，同佢鬥長命。我哋一日未死，一日都仲有機會對付佢。好，一於咁話嚟，飲杯。係咪爹哋媽咪出街聽啊？係。食飯，伯母。坐。你哋咁耐嘅，人哋等咗好耐喎。Kelvin 又唔係第一次上嚟，唔會介意嘅。係啦，你最近惹嘅麻煩應該解決曬啦。明世伯，你擔心真係唔好意思。我唔係擔心乜嘢，我就係驚呢啲事會影響盈盈。我會比你哋更加關心盈盈嘅感受。我希望你哋明白。發生咁多事，其實我都唔想，我都控制唔到。咁照你咁講，呢啲咁嘅事會繼續會發生啦，係咪？我可以保證唔會。我聽盈盈講話，你好想帶佢第二度生活，係咪？有咁嘅打算。點解你唔同我哋商量下？如果我要同盈盈走，事先一定會徵求你哋同意。你應該知道，我哋一定唔會同意。我哋淨係得盈盈呢一粒女。佢而家搞成咁，我哋唔会俾佢去到咁远噶。你哋可以同我哋一齐去噶，但系如果爹哋同妈咪都唔想咧 ？Kevin， 我哋唔反对你同盈盈来往，但系起码你应该尊重下我哋啊，系咪？我唔会逼盈盈做一啲唔想做嘅事。有事先走啦，唔使理我。我冇事喎，我惊闷亲你啊！有时静静地饮下酒，听下音乐，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唔好饮啦，好多杯噶啦你。我成世仔饮酒最多今个月噶啦，不过话时话我几饮得噶。你系医生嚟噶，应该识得点去保重自己身体。唉，有时饮啲酒唔好瞓啲，唔使瞓咪瞓。呢啲人我哋唔识点啊！有一啲人啦，见到佢会影响自己嘅心情，何必要对住佢啫？哈！
我哋真係好友誼，成日都撞到嘅。Bartender， 嚟多個 round 我嘅，千祈唔好客氣喎。Michael 哥咁俾面啊！我諗住慳翻一個幾毫，幫你同方偉豪做白金，幾得意啊！嚇，不過我成日都想話俾你知，其實我一向都好欣賞你。我同你講啊，你好好保重身體。如果一個唔覺入咗醫院遇到我咧，我驚你冇命翻出去。讲翻啲医生应该讲嘅嘢啦，你连一个人应该做嘢你都做唔到，使乜俾面？唉，讲埋晒啲烂仔讲嘅说话，你系医生嚟，我哋唔想同你讲嘢喎。如果你行开啲，其实发生咗咁多嘢，都系因为你多事之故。好心得闲嘅，早啲翻屋企骑下肚，等你嗰啲死得不明不白嘅朋友都可以安息。冇理佢啦，走。唉，其实豪哥同呢啲人讲多两句，咪斩教声佢。伟达，如果你有闷嘅，上嚟我度坐下倾下偈。唔使。睇路啊！落车！你个捻打我！志芬，唔好同佢嘈啊！行开。你放手！放手啊！你唔好咁过分喎！你仲未肯心息？你啲好朋友系我杀噶，你可以做啲乜嘢啊？依家系我赢晒啊！我都同你讲噶啦，叫你睇路啊！你唔好以为你赢晒，我仲有好多嘢可以做。你可以做嘅咪开枪咯。唔好带我，我去报警。冇用噶，上到法庭就系嘥时间。你试下再喐啊！冇啊，唔值得。